都来了。你好，你好，嗨嗨。嗨，王兰，祝你生日快乐。谢谢。我们送你一个生日蛋糕，祝你身体健康。谢谢。这是我给你的花。这些花真漂亮。妮娜有事儿来不了，她祝你生日愉快。谢谢。哎，大家请坐。好。好。我送你一件礼物，请收下。你知道她送的什么吗？不知道，你打开盒子看看。好。啊，是一只小狗。这个小东西多可爱啊。谢谢。啊，谢谢，谢谢您，快乐，生日快乐，谢谢。